不学大成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，各位动修，请大家掀开经本第一百二十二页第三行，一百二十二页第三行为第二句，看起。 我先将这段经文来念一遍：自然保守，真真洁别，志愿无相，正定安乐。一旦开达明澈，自然中，自然上，自然自有根本，自然共识。 忏悔，转变罪行。今日咱为这段看起。今日这段经文内面所讲诶，一、这个意思比较较深，就是。 经中内面所讲的本性，即种是讲咱的本性，本性内面的境界。或者经内面咱讲诸法实相，这拢是咧讲诸法实相。那么为咱也会当知影经中念佛的境界，啊，禅。 格教拢是共款，那么即大家讲自莲不修，即是讲自性本来就是清净的，所以也要讲真真格别，那么有处可知，性情毋是修来性。 伊本来著是清净的，即个修到见性的时候，在圣法内面常常讲，圆满菩提归无所得，这无所得，也著是心经，甲最后甲咱讲，无智亦无得。那么智是灵修。 宁静滴是所静诶。为什么到最后零数拢无呢？著、就是初地讲诶，伊是自然诶，本来著是安尼。哪里有零数呢？如果真诶有零数，迄六祖诶话，著讲得真清楚。 零数是理幻，啊，是两行啦。伊讲理幻同是不幻，不幻是不离之幻，不幻是不离幻。所以主人即大家共这个主人呐，都、就是属于不离幻。那么，即个主人前面也曾经讲过，甲人严经相讲的主人 迄个意思无共款，楞严经伊讲迄个主联是因缘甲主联，迄个相对诶主联即搭家讲即个主联是因缘甲主联，迄个相对即两边，即两边拢离开了，迄个翻译主联，所以即在中文内面听人讲。 即个境界是言语道端，心行处灭。咱用即马咱即个妄心要去想，想未出来，想未到；，不用讲，也讲未出来。著、就是即个意思。那么虽然在自心本净的境界内面，伊然是至愿无相，静定安乐。 伊毋是未起作用，伊会起作用。迄若未起作用，迄著拢免讲，迄若有甚物功德呢？所以呢，起作用。啊，虽然是在一切自然，但是一起作用。至愿无相，这著是讲这菩萨因修学诶目标，是要求无相正定正觉。 有缓缓的呼吸，静定是不动，清净安定，即、这个内心清净不动，安乐是欢喜。那么即种功夫，就是禅宗内面讲诶无功用刀”，无功用刀是袂使独立的。 啊、就是呢，你用力用不用得用唔到，即个意思啊，这里、个、叫武功用刀。那、啊、么这里、个、我听见呢，咱无啥好白，听无啥有。古仔人所谓处处用不得力，啊，就讲即个所在呢，你用力用不用得用唔到。 就是这个境界。那么即个初处用不得力啊，是甚么境界呢？凡高初足以上的境界，也就是破一片无名，见一分的真诚。以后嘅这个境界，即个境界修行，拢拢是属于无功用道。那么古早人有一个譬如啦。 可咱讲武功用刀，咱无法度人去体会。那么用譬如，甲咱讲，古早呢，即个行船啊，得水上行船，拢是用棒船。即嘛棒船都真少看，咧大陆上可能阿个有通看。那么棒船。 迄个篷升起来啊，就是靠一点风来送。得迄个风势，食迄个风力。嗯、那么船行到得要到目的地诶时阵，迄、那个篷都要放一半落来，放一半呢，即、這个速度都减慢落来。那么靠近得要岸边诶时阵， 规个棚拢放落来，放落来呢，则用迄个竹篙，迄、那个竹啊呢，长长个竹篙呢，来推，来推即个船，向即个岸边呢推瓦去。那么差不多距离，岸边差不多一两吨啊，即、這个距离呢，迄、那个竹篙阿无够推咯啊，因为迄个船呢，伊珠珠连连啊。 伊直直行，直直划去，划咧边去。迄阵啊，拢未使出力诶啦。迄个船啊，伊自然有迄个冲力，迄、那个速度咧，靠近滑边。那么，这著是譬如破了无名以后，修行用功，用未着力啊，而且自然啊，得用功诶。 伊袂使讲，即、这个我想要精进啊，我要真拍拼来修，因恼即个念头呢，都落到意识内面去了。所以这即个功夫、這個、呢，就是心意识拢无落啊，无落在心意识啊，珠祖连连精进，即都、就是即大家讲。 静定安乐，安、啊、尼呢？逐渐、逐渐，将四十一品的无名破尽。破这无明，拢是用这个功夫，啊，就是武功用刀。一旦开达明澈，这是咱平常讲的，待澈待悟。一旦心开了达。 明体就是正界，真正觉悟，自念中、自念上，即一句若是用禅宗诶话来讲，比较比较好表达一点。禅宗点仔讲，当上即到，即事而真。甲咱前面所讲诶，钟表相应是共款诶境界，真虚空遍法界。 两性一体，合性一体，自然中自然相。前面这个自然是真如本性，后面这个自然相，就是十法界依正庄严。十法界依正庄严按哪来？从自然里变现出来，相。 都是性，性都是相，性相不离，性相完良，所以明心见性，性在都相都是性。那某些个人，伊唔知呀，啊，性相分作两截，唔知呀，性相是一，迄、那个性。 都是想，想都是想，所以真正铁到干饿了，咧咱佛门内面，就叫做大铁大饿。饿了之后，甲注意讲，饿的人决定无念头，啊，心内未再起心动念，未起即个妄念，啊，无妄想，迄著叫 那就是觉，也个起心动念，决定是不觉，也无觉哦。决定是无明，无明就起心动念，所以叫做一念不觉，理又无明。所以觉悟的人，伊个心就个虚空咁快，啊，个整个虚空咁是 虚空法界，一切万物都是家己，家己就是正果这个虚空法界。所以净虚空遍法界，古早禅宗的这个代地讲，讲净虚空遍法界是三文一粒目珠，啊，这是自念中自念上。 这是虚空法界跟家己两性一体，自然只有根本。即、这个自然是讲万法万象，是法界以经庄严。即、这个自然的现象，伊个根本，根本都是自性。咱一般讲法性。 在有情众生称之为佛性，无情众生称之为法性。啊，性是根本，是自然现象的根本。即自然的现象呢，就是为性变现的。啊，这也就是佛家讲的讲，转梦即真啊，转真啊，即梦。 在想希望，但是真的呢，就是伫即个希望当中，啊，希望当中就是真的。这也是真无容易体会，啊，能够再举一个比露，啊，希望大家为即个比露当中去体会这个意思。咱凡夫一般拢会做梦。 我相信大家拢有做梦即款嘅经验，暗时啊困嘅时阵啊会梦起。那么梦当中嘅现象，啊梦中啊现嘅相，啊就是各家讲嘅自然之相。啊，就是、的連你梦中迄个相是为倒来，啊是安怎变出？来？ 伊总是有一个根本，根本咱即马怎样？是咱的心变的。咱这个世间嘞，心理学家讲，意识、下意识，唔管是虾米识，总共一句，都、就是佛法内面讲的不识，不识都是咱的心。 这个色心变现出来，这个妄定就是咱你心变出来。咱这个意识心本来无相，无相会当现这个相。这都是甲你讲本性，本性本来是空的，啊无相的，虽然无相会当变。 是覆盖衣锦庄严，一灵变。这敢若亲像咱看电视，还是电影迄个云幕。啊，你看迄电视呢，你无开的时阵啊，空空，什物都无。但是你个开关个拍开，伊就现起的上出来。因为伊咧是空的空空，这当现象。 咱为家呢去体会啊，咱可能逐个拢有看过电视啦、电视啦、电影啦，迄群无啊，是毋是拢白白空空空，但是伊会现象。那么这著是咱讲一个本性无常啊，伊会当变，伊当变是化改，衣锦庄严，著敢若像咱做梦共款。 跟那迄个梦境共款，那么咱真正知影讲，咱做梦，咱拄做梦时阵，咱是在个梦中知影讲，咱是做梦，啊，这是哦，知影是啊，如果做梦当中知影家己做梦，啊，知影，认为是真 在即内面分别接触计较，所以梦中也是伫作业。啊，在梦中呢，你感觉有喜怒哀乐，即心理的变化、啊，即都是作业。假如你正在做梦，知影即个梦境是家己的心变出来？那么。 你著知影即所有诶梦境，毋、就是别人啊，著是咱家己啊，都是一个家己啊。你即梦中一定有家己，有一个家己伫。除了家己以外，一有别人，一有即个山河大地啊，种种诶境界上。那么这个味道来呢，就是家己心变出来。 毋是讲别人啊，走喺咱即个梦来底的，是咱即个心变现的；别人啊，是咱的心变的。家自己是家己的心变的，别人嘛是家己的心变的。所以咱在座同修，咱即嘛坐咧家，我看着恁大家呢，恁注意是我的心变出来。那恁每一个人啊，你看着边爱的人，你看着我。 那是你的心变出来，为着呢去体会，会当体会一点啊丰富。那么这是用即个梦境来披露，啊，所以即个就是要互咱了解一个事实，即个事实就讲所有一切呢，拢是咱家己变现出来，即是真实相。 叫做不是自发，实相，无一项毋是家己，家己也是家己，山河大地也是家己，虚空也是家己，无一项毋是家己。所以讲，全妄著是心，全心著是妄。啊，你的心是做虾米观？迄几个妄定著是你的心。心著是妄定，妄定著是心。 那么，由于这去体会，咱今日受法界已经庄严，拢是咱真如本性的相分啊，独个做梦无两样。咱一般人甲梦境当中，即个身体当作我啊，除了我即个身体以外呢，剩的拢拢毋是我，安尼围成了一个界线，对立起来，甲人。 甲外面拢对立起来，即著毋对咯。即是大错特错，毋知影尽虚空遍法界所有一切万物，拢是咱家己的心变现出来。诸佛菩萨真正明白这个事实真相，所以迄个慈悲叫做无缘大慈，啊无缘对无条件，无讲条件。 动体代比是化解一切众生甲家己是共一个心性，即个心性变的，无言待足，动体待彼，这个是真嘞，一点啊都毋是假。可惜众生未识颠倒，毋知影事实诶真相，在即个内面起业造业，受这个苦难。 这叫做玩乐，这苦是不应该受的，这是自作自受。如果喺做梦共款，毋知影那是梦境，毋是真伫在梦中得受这个苦难，在做梦诶时阵啊，梦境只要好，不甲咱食呢，咱就惊到要死。如果伫在这个做梦当中讲我咯，啊，我即麦是在做梦，毋是真诶嘛？ 只要读好家，你心都不恐怖了。但是咱唔知影，咱就惊。所以这个意思就是，全网即真。明了之后，在这个梦想内面，你就见性了，见到真相。在幻想内面见到真相，就是禅家所讲的幻的本心”，也是即个境界。 自然，功谢忏悔，转变罪行，这是讲圣上的原谅无碍。华严经常讲的，是法界依正庄严，理事无碍，思事无碍，这著是功谢忏悔的意思。这则是罪行无比的庄严。著像咱即个讲堂。 你看呢，有真侪拍灯火，真侪拍火。这个灯火开了后呢，公公火照，即这把火光照咧迄边，迄拍的光呢照咧即边，啊，这个光甲光啊，伊难到底咯，公公火照，即这是即大家共式忏悔，即个共式忏悔即个意思。 所以即个灯光有参杂别个灯的光，别个灯的光也有参杂即个灯的光，参到灯参喺内面。那么修法改拢是这款，甲即个灯光共款。所以咱啊知影即个真相，即、這个大悲心，才会当生诶起来。毋知影真相，大悲心发袂出来。 伊总是有障碍，障碍是虾米呢？未晓，毋知影真相，这大悲心都先起来。那么真相就是经过污浊，就是家己一个人嘛。啊，既然是家己，哪有甚么通计较？啊，别人诶苦难，就是咱家己诶苦难嘛。所以菩萨祝福菩萨。 待足待悲啊！啊，看别人就是跟自己同款啊。像咱网中网去真侪真侪人啊，遐尼侪人拢是咱的心变出来，无一个人唔是你家己，无一项物件唔是你家己，山河大地拢拢是家己，自性是本人，即叫大我。 这叫真恶，涅本内面讲凶恶五境，迄才是真正诶恶啊！这是咱家己真正本来面目、啊、真正诶恶就是因果法界。那么咱看这个万象，确实也是忏悔啊！对咱都在讲南道定的。咱即嘛这个心态，替咱现代。 人诶，话来讲，我讲咱这个身体是细胞来组织的，即马科学家呢是一个讲、啊、法。那么咱身躯诶细胞是毋是有诸佛菩萨诶细胞？那么诸佛菩萨伊遐是毋是有咱诶细胞伫？要注意讲，拢有。 诸佛菩萨的细胞，咱也有；咱的细胞，诸佛菩萨伊遐也有，拢拢有。即、这个就是忏悔。那我们来再讲，安怎讲有呢？注意个想法。咱人死了后，唔管你安怎处理啦，土葬的、火葬的、海葬的，安怎葬拢要结。但是，这个物质是不变。 啊，像类人，甲烧烧成个骨头灰，啊，迄骨头灰更久，伊嘛会阁灰去啊，啊，灰到尾后著变粉，甲同尾啊呢，就微尘呐，就变得像真水、真水迄个物质，啊，咱都看未着，但是伊也是存在啊，啊，伊迄个物件是伫诶。啊，那么，那个白土黑刀呢？啊 变微尘了。那么，迄个微尘，伊将来呢，伊会又去组合别项物件，啊，可能又去组合植物，啊，组合即个矿物，啊，组合即个动物。以前啊，咱个身体，啊，咱个身体，即、这个即个物质，啊，过去组合别个物件，啊，组合动物，组合植物。 所以那个想呢，原来迄树啊啦、草啊啦，这山河大地啊，原来嘛是有我，有咱诶细胞伫诶。遐咱真虚空片复界无数劫以来，生生世世，每一生都一个身身体啊。所以即个内面啊，伫大遮轮转轮转。 你著知影，咱甲这万物诶关系有偌密切咯。希望咱逐家归家去体会，自然降识、忏悔，转变做实。即两句实在是讲，是法界依正庄严是一体。原来著是安尼，即是甲即个事实真相，确确实实甲咱讲破。 甲咱完全透露出来咯。咱看着即个赵孟复夫人，伊写一首歌，啊，迄个歌名呢，以前原来真流行，啊，迄歌星呢，流行歌呢拢咧唱，啊，你聋我聋，伊即个意思就是讲，迄是一首情歌啦。实际上，著是咱遮讲的。 即个经文讲诶自然光式忏悔，啊，伊是毋捌即个佛法诶意思，伊毋知影。那么伊这是举一个的，啊，伊即个歌词内面啊，是举一个的，伊是种瓜。那么伊讲，伊是提即个陀啦，啊，你以前啊这砖卡呢，啊，咱遮新加坡呢，我较毋知影。 啊！在台湾古早去砖卡呢，有迄个土啊，啊土呢捏个土红啊。那么伊即著讲，摕迄个泥土呢来捏土红啊，啊两个人啊，一、這个爱情啊，捏一个对方，捏一个家己啊。然后呢，即两个土红啊呢，搁甲捏个嘴。 佮甲南道定，佮所说诶，啊，佮再立一个你，佮立一个我，伊即即条歌诶意思著是安尼，啊，安尼，啊，你诶身躯熬我，啊，我诶身躯熬你，啊，那么其实伊毋知影，啊，其实整个宇宙著是安尼，啊，伊就是敢若讲两个人安尼，啊，其实整个宇宙拢嘛是安尼，逐个拢嘛南道定，啊，讲是忏悔。 毋是跟他因两个人啊，所有的人、所有物质，拢拢有啊，是事实的真相。所以讲，尽虚空遍法界，上至诸佛，下至地狱众生，拢拢有啊，都、就是即款的即个代志。所以，我的身躯有地狱众生的细胞，地狱众生身躯有诸佛菩萨的细胞。 为什么呢？拢融合到底，拢是一体，时时刻刻的变化，转变最性，这根本最性就是时时刻刻一变。那么现在科学家发现什么呢？物质不灭，精神不灭。啊，物质咱都叫讲过啊，像咱这个身躯，咱这身躯嘛是微尘去组织起来。 啊，互你佮磨磨甲变糊，啊，磨甲目睭无看到变微尘，微尘嘛是啊，伫诶。所以讲物质啊，伊永远袂消失，啊，变微尘，啊，佮经过一个时间又佮组织起来，啊，佮角倒转来，啊，就是安尼。那么精神不灭，啊，即咱爱当体会，就是咱诶心，啊，咱诶心本来就是不生不灭。 真正高级的佛法呢，伊都看到不生不灭。那么生灭是甚么一回事呢？缘聚缘散。但即末看到这个生灭的现象啊，就是缘聚缘散啊。这个缘就是各种的因缘呢，夹到定，安尼就生起来。这个经过一段时间，啊、这个缘呢散去。 即个即个面，啊，像咱看即个刀啊、来衣啊，你看即只刀啊、即只衣啊，拢有即个相啊，即个相安怎来呢？这诶刀啊呢，抑未做只刀啊时阵呢，啊，有刀啊骹有刀啊面，啊，摆空的遐呢，无迄个刀啊相啊，但是你诶刀啊骹刀啊面呢，甲倒倒倒瓦来。 一只刀啊出来啊，即、这个象生出来咯。那么高个刀一天呢，即、这个刀啊歹去，啊是讲你甲拆拆起来，啊，个个拆起来呢，迄、那个象都无去啊。所以即个生灭象啊，都、就是安尼啊，所有办办法的生灭象、就是啊，都是缘主缘散啊，不管一项物件，拢是共款。 所谓阴缘，阴缘就咱即爿讲诶条件，啊，每只条件呢，你甲割下来诶时阵啊，伊就生，生出迄个相。迄、那个线断去诶时阵，即、這个相就无去，啊，若像咱拄则譬如個一、那个刀仔感觉啊，迄个刀仔呢，咱即爿看即个相甲割好呢，摆咧遐呢，啊，即个相生出来咯。啊，小旦你甲拆拆咧，迄个相无去。 都灭去了所以这个办法就是缘主缘散。所以咱今天看到这个相是什么呢？幻相这个相毋是真的啊是假啊！是、這个假象啊，是真实相。真的相是永远不变咱拄则讲诶，不真诶，永远不变。 还是你个组合起来啊，就咱都叫譬如迄个刀啊，你个夹起来啊，成迄个相，你个跳开啊，伊基本的不技能也伫咧。所以一切相有生有灭啊，生灭相都是真相，是梦幻泡影，所以伊毋是真有，叫做妙有。所以佛经内面讲妙有。 苗又得讲暂时有诶，加油，这暂时有诶。那么加油，甲诸位讲，动态即空啊。当你看到这个加油诶，这个相诶，伊当下即个体著是空诶。像咱看电影、电视啊，你看佫无迄个相出来啊，有啊，有迄个相啊，但是迄个相啊，动态即空。 也是空诶，啊，咱为遮去体会。那么咱即个身体呢，嘛、啊、是共法不可得，嘛是幻想摆伫咱面前这些所有的万物万象，拢拢是了不可得啊。这是真的，完全是事实。所以伊即搭即几句诶经历真深真深。 甲污流万有诶真相，即几句话就甲咱讲得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。明白即个真相之后，咱诶心情就开朗。为什么呢？伊一切法未执着咯，啊，袂搁再分别未了，袂搁再执着咯，心马上就得清净。伊一切众生， 无虾米，未当过啦，也无虾米通好计较也无虾米好歹啦，拢拢平等，万法平等，万法一如，万法是一，心性是一，组成这个一切万法，迄、这个基本诶物质是一，共一个物件。 所以，无论为性为相来讲，拢是一；不管你是为性讲，为这个相来讲，拢是一。再看哎呀，段文，不单性七宝，性染性万物，光正明指出，善恶殊无比，注意无上下，懂得无边际。 即个乌丹，即两句说明一切万物成于自然，返逆如是。不单是四大部洲诶北俱卢洲，北洲啦，东西南北北洲，叫做乌丹国，啊，这是印度话，啊，附近内面也泛住即个乌丹国。 北台湾诶，甲翻译成咱中文诶意思，就叫做北基罗州。在四大保州内面，咱即搭，咱即马大家叫南翔保州。那么四大保州，北基罗州幅部上大，一切收养拢自然诶，啊要食要穿拢自然诶，啊唔免人去经营。 去工作拢毋免，一息九年这是咱人多呢，世代保久呢，福报上大。所以那边嘅人呐，都免工作啊，免像咱家人啊，爱、啊、去上班呐、啊，爱去趁钱。一息九人即个福报真大，寿命一千岁，无短命嘅。 伊即无个要求，遮尼好个环境，可惜呢无护法。你看维多菩萨，迄、那个变啊，写三洲感应。为虾米四大波洲敢若有三洲感应呢？因为北极罗洲无护法，无护法伊就免去遐喽，啊，免去遐护法。那么即大家用不单。 来形容一个北齐老祖福部是自然的，所以讲不但成七宝，不但我的七宝是自然的，行滥成万物。那么这是说明自然性德的流露。光正明指出，光是光明，正是正理，明是明净，说明。 这万物光明、精美、明净，拢拢显露出来了。显化殊无比，啊，伊即个好好到极处了。咱三部世界甲伊无法度相比。那么即几句话，仍然经常有，仍然实在是一部真好诶经书。过去中国人。 自古以来啊，诶，即个读书人，会使讲两部经，毋管伊有学过无学过呢，拢会去读。一部都是《楞严经》，一部是《金刚经》。即无学过的人啊，是读书人啊，伊会去读即两部经。即两部经即、这个文章啊，真好。 所以，一般读书人啊，拢真爱读,讀，读《楞严》、读金光光《金刚经》，啊，义理也非常的丰富。《楞严》上有几句话，啊，讲即个一切万物，啊，甲即个真相讲出来。讲完是菩提妙境明体，菩提妙境明体，著是真如本性。换这个方式来讲。 是法界已经东西自性自然流露出来，啊，自然变现出来，也都是花言经上所讲，为心所现，为色所变。这个现象是心现出来，现出来这个相，啊，咱看这个相啊，不断的变化。 啊，虾米力量在主宰伊呢？主宰个变化呢？色，咱诶色心、色是虾米呢？分别执着。所以九法界拢是分别执着变现出来。如果你若一切拢不分别，一切拢不执着咯，迄著是华严经讲诶一真法界”。 迄个著是佛法界，所以旧法界比袂著佛法界，著、就是因为旧法界拢有分别执着，啊，只是即个分别执着呢，较侪较较少，安尼个差别。分别愈侪，执着愈重，所变的迄个境界呢，都较粗，著较歹。 就讲变出来這個、那個，这环、個、境啊，就较歹啊，迄个相较歹，即个分别较少啊，执着较轻，所显出来迄个相就较微妙较好啊，现在境界上就美好，所以这个世界粗妙，这个粗妙的粗的讲较歹啊，迄、那、环、個、境较歹，妙就是较好的。 天灵险恶，这个世界有几款好坏差别，都是安尼来。那么注意，那是依照佛所讲的这个原理原则。你再来看咱现实这个世间，咱即马大拢有机会到世界各地去旅行、去佚佗。 每一个国家地区啊，你看遐个人，看伊生活诶环境啊，你著知影啊。你用佛经济诶原理原则摕去甲对照者啊，你著知影妙不可言啊，虾米款诶人啊，著调带虾米款诶环境。我就要来咱新加坡以前前一礼拜呢，我去台湾阿里山。 阿里山呐、啊，阮三兄，阮三兄也出家了。那么伊钓一片山地，住伫遐，我去遐挂单诶，三工。那么伊甲讨论一个问题，伊讲迄个山呢，较夹，较险要诶，呢、那個，因为住伫迄个迄款环境诶人啊。 伊不去，实际上甲伊接触过，甲跟伊斗阵来往过。伊讲，迄人哦，迄、那个心拢较较歹，啊，较险恶。那么大个呢，啊，大较平啦、這個較，啊，迄山背真险恶。即个山势较好，大遐个人呢，伊、那個、人心就较好。伊从即个经验。 替个家讲，那么我就讲讲啊，这佛、个、经就是安尼讲啊，即、这个境随心变啊，咱大即个所在即个环境是咱的衣报啊，福经的术语叫做衣报啊，正部对什么？咱的心，咱即个身体呢，原来是算咱的衣报，正部对咱的心。 迄个依报环境是随着正报转，所以你看，迄个环境什么款？即、啊这个是环境啊，清净啊是污染，讲较粗浅著是讲，清气还是垃圾？著是知影即、这个，这大诶人心是做啥款？因为迄个境著是迄个心显出来。所以你若是，搁再个想。 佛经个道理啊，你讲在世界各地去看，啊，每一个国家呢，也有好处，也有缺点，啊，看伊诶人心，啊，咱去甲伊接触、啊，就得了解，啊、你体会到即点啊，会使讲是妙不可言，非常微妙，啊、完全甲经典讲诶相应。那么，哎啊两句讲注意无上下，即、啊这个主是显著。 对，讲非常明显，啊，无高下，即是讲如如之理，确实无上下。啊，跟你讲无腐败，也不邪恶，也不吉凶也不和合，一切法无一项无平等。迄、啊那个无平等，就是妄念的制造，妄想制造。 即个代志麻烦，佛无妄念，咱也无妄念，咱著较佛平等。迄、啊、是真诶，平等是真诶，无平等是假。啊、像水共款，水你甲看咧，两碗水咧，甲菜框诶遐，你若无用风去甲吹振动嘞，一平平拢共款。迄、啊、两碗水咧，迄、那个水平啊。 共款，但是你若举一支电筒啊去遐甲吹呢，迄两碗水着起波浪啊，啊，起个波浪呢一定无共款啊啊，有诶拢较大较细无共款，迄、那个水诶密度也无共款，你甲排十碗水放在遐，啊，你用电筒去甲吹呢，你甲看无共款，一定无得完全共款。但是你若十碗水甲排咧遐，拢无风甲吹顶动啊，边平拢共款。 所以咱心内有即个妄念、妄想，就是敢若迄个水在起波浪。啊，每一個人起个波浪啊，大小也无共款。感觉成佛，完全无波浪，完全无妄念，完全无妄念，就拢平等，拢拢共款。啊，所以佛以下菩萨，就是连顶级菩萨也无法度完全平等。 也有味色差别，也无完全平等。啊，生活的完全平等，为什么呢？拢拢无妄念了。登到高山，也有一片诶心上无名，也无谱。那么讲到这，诸位同修一定爱知影。圣到西方极乐世界，拢拢是带业往生。过去有人讲，往生西方未使带业。 这个讲法无根据。如果那讲未使代业，即会当往生，那么西方极乐世界只有啥人呢？只有阿弥陀佛一个人。你该想看，顶国菩萨伊要一片的心上无明，啊，去一片无明心是,是业呢？那嘛是业啊！讲未使代业呢，只有成佛了。 那么成佛那都系一往生西方呢？所以连定格菩萨啊，都要是大业。只是讲，每一个人大业啊，最少无共款。业量若大较侪呢，往生到西方品位较低。像定格菩萨、往生西方，伊只业大上少，伊品位就悬，上品上升。啊。只是即个差别，拢拢是。 代业，那么这个代业最少品位关格啊，是伫咱遮咧讲诶。到个西方旧世界咧，因遐都无咧分阶咯。迄、那个世界是平等世界，无分别平等。啊，迄搭遐呢，都无即个讲啊，我品位比你较悬，你比我较低，无即款念头。即咱来知影，西方迄个世界甲咱遮无共。 这是佛随顺咱即个世间凡夫啊来甲咱讲，这是真诶。因为因遐呢无分别执着，懂得无边际即是讲智慧如如之地，前明是如如之地，利地一如，这只真正讲出受罗无极诶所言。西方极乐世界为什么寿命不可数计啊？快乐不可数计。 道理为多来，这一段拢拢甲咱讲即个道理注意位真正明了咯。你对西方极乐世界修乐无极都袂怀疑咯。为什么呢？真有即个理，即个理论讲的通，著有即个书有即个理，著有迄个事实。下面即段文是释迦牟尼佛。 困难的话，考口博心，以国困精进，以就是讲应当啦，应该，国就是每一位同修，每一个人应该勤奋爱精进，努力求自求之，爱求生西方净土，每一个人应当努力自求，不得操作去。 往生无量清净阿弥陀佛国，你看即个语气，外呢肯定一点啊怀疑都无，必定敲着去。我、就、讲、是、你一定会去，唔管什么款个人，你罪业佫较重，拢要令往生。曾经做五逆十恶的罪，马上要对地狱咯。你只要一念回心。 专念阿弥陀佛，发愿求生，拢会当往生。所以，甲诸位讲，你一切罪孽，别个方法灭不了，即一句阿弥陀佛可以甲灭掉。灭罪消灾第一法门，真侪人毋知影，有经啊消灾啦。 一、这个啊，个拜什么禅啦，念什么经啊，伊毋知影念即句阿弥陀佛啦。一、这个灭罪消灾是最殊胜诶。那么咱学过诶同修，逐个拢知影要消业障，要消灾免难。那么咱去拜禅啦，念真侪经，一、這个灾是有消。 业是有免呢？啊，这要问别人，可能人会给你骗。啊，问家己都上清楚啦。这个业种是啥？咱家己反省，业种，著是咱心内妄想。 贪嗔痴慢这烦恼，这都是业障。你拜禅啦，念什么经啦？啊，你拜了后，你是不是感觉你心内烦恼有较减轻？啊，妄想减少。啊，那是有这款现象，这著证明你消灾咯。那、啊、如果呢，拜是拜。 即个烦恼、梦想不但无减少，反倒倒来个增加。那安尼，咱家都爱降悟咯。咱即个灾不但无消呢，还佫在增长。啊，即咱家己回头转来啊，家己检讨、家己反省，佮著知影、啊。所以讲咱爱知影讲，虾米叫做业障。 迄个梦想、黑白相太太、那個、想、想东想西，迄个著是业障。啊，妄想无了，心清净了，清净心、灵性、智慧，啊，业障著消毒了。业障消除智慧一定增长。即智慧伊自自然然啊，位外面出来。那么位家咱著知影，经常消业。 有一个效果，念经、念菩萨的名号，啊，有这个效果。但是你若念到一心不乱，唔管你念什么经，念多一尊佛菩萨的名号，拢赶快。你若念到一心不乱，业障就消除了，拢有这个效果。念的时阵，未使打妄想，恭恭敬敬，一心一意去念。 啊！你这个心内妄念那个念掉，安你业障就消毒了。那为什么咱在家看大家念无量寿经、念阿弥陀经呢？这个经不但消业障，而且帮助你生净土。如果跟他讲消业障，这个目标跟注意讲，任何经咒拢有效果。啊，专一。 专一较好过，但是，若么求往生净土呢？那么即个经是第一，用其他的经就迄段临终诶时阵回向西方，安尼也用。咱伫咧前面三倍往生有看着。那么咱若念即个经，修即个法门，即、这个是正当诶往生道路，修其他诶法门。 迄是属于一心三倍啊，拢会当往生啊，即是点咱爱知。但是用其他嘅功夫啊，必须你家己真正修行啊，有是点啊功夫啊。为什物呢？到临命终嘅时阵啊,啊，你家己即个心有法度啊做主啊，有当做主宰啊，尼即个当一心三倍往生。 那到临命中家己做不了主，也是和这个业力牵引，那阿弥陀无可靠了。即、这个古早人所讲的，念经不如念咒啊，念咒不如念佛啊，所以抑是修即个法门啊，念佛法门啊，是比较即、这个较稳当啊。所以佛在此地劝勉人爱精进。 爱努力就生西方，阿呀呢，甲咱讲出往生的好处。横结与五处，这个横结就是横超超完了。五处就是六道轮回，或者经常讲五处，讲得真多，要讲六道。那么六道跟五道是同款，啊，五道是真的 讲六道是甲天阿修罗，即一道圣在内。实在讲，即、这个阿修罗除了地狱道无之外，其他四道拢有。天顶也有阿修罗，咱人间也有阿修罗，鬼道有阿修罗，畜生道有阿修罗。那么阿修罗，因阿伫多一道，的算多一道。所以因阿是在。 天都啊，都算主天，所以实际上是五处，即、这个五处甲六道是同一个意思。那么这就是讲横超六道，恶道自必生。咱《无书经》以来，卖讲《无书经》，著讲咱积善，积善为细汉到今嘛，做偌侪罪业，你做即个恶业。 将来爱受恶报，先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果、啊、报是决定我都偏见。只要悟得缘，果报在现前。我再甲注意讲，即、这个善恶未当抵消的，啊，即、这个做恶，毋是讲我即麦个做一个善事，会当抵消，有这个道理。啊，善是善，恶是恶。 啊，绝对未当抵消，所以这个代志就真麻烦了。那么，咱想想，咱今生当中善念少，恶念较侪，这个代志效果都不堪设想。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这个问题就解决了。你未再对恶道啊，也不受这恶报。为什么呢？虽然有恶因。 无恶言亦袂结果。西方极乐世界无言，啊，无予你作恶个机会，伊遐拢是善言，是正言。所以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你过去所做遐恶业，则会受果报，啊，迄是真个，是一种利益无量无边，无极之圣道，无极是到了。 上顶关了，无比即个更较殊胜诶大多咯。即是释迦牟尼佛对于净土诶赞叹。伊往了无林，即、这个无极之圣道，无极诶大道啊，以最大诶优点著是真容易去。如果讲即个多好，意情庄严拢好，咱就无法度通去。 那你胡家人讲都无意思，好是好，但根本都啊，袂当去改下，你闹下物路用？所以胡家人讲呢，即个好就是咱每一个人拢会当去，问题就是你是毋是有想要去？你若有想要去，一定我当去；你若无想要去，迄就无法度。啊，你看，过万四千发文。 啊，这款书型的法本，大家无想要收啊，因为林们好修跟林阿弥陀就简单啊，啊看清、啊。这是佛弟子真感叹的话。迄、啊、道呢啊，有两个同修啊问我讲修苦行啊好也好，啊苦行。 佛真赞叹，但是佛甲咱讲，莫去修无益个苦行，就讲、是、无利益个苦行啊！你修得得袂到结果啊，啊，修得并无意义咯。那么咱修苦行，你要安怎才有结果？你著爱念佛往生西方啊！ 安你修迄个苦行啊，即袂白费功夫啊！啊，如果你若毋听念佛求生西方啊，你去倒只修苦行啊，除非你至生法有较多修啊断见思烦恼，才通出三界。啊。如果你至生若无法通断见思烦恼，至生修诶苦行，内生得人天福报。 啊，内生享受人天福报的时阵，你就未咯。嗯，同款是六道轮回出不去啊！啊，所以真侪人啊，爱去修迄、那个无容易成就的法门啊，即、这个法门啊，好修容易成就呢，无人爱修啊，爱去修个困难呢，啊，修个困难的真侪，真侪人爱去修。 即个好修诶，较较少人要修。讲结果不以为自然所浅随，啊，结不以为，这著是讲遗忘。啊，讲容易去，无障碍啦。啊，迄、这个所在诶大门开开，欢迎咱去。啊，认为著是障碍，那无障碍。啊，一条件著是甲你相信，你管你要去，你肯念阿弥陀佛，你看，即个条件偌简单。 所以无障碍，自然所迁随即个就是无人的原因咯。自然是啥物？就是一切凡夫随着家己的欲念所牵，毋肯念佛。所以即、这个所在讲的即个自然啊，甲前面迄个自然意思伊个无共款。即大家讲即个自然就讲咱凡夫一种习性啊，前面迄个自然是讲咱的本性，即、这个无共款。 习性是什么？烦恼、贪嗔痴慢，无鼠劫以来都有诶贪嗔痴慢是烦恼，免学无鼠劫的习气。啊，这个习气呢，甲咱障碍。啊，这是实实在在,在可学。那么佛伫遮呢，甲即个学佛诶人诶，在、欸、心态状况，伊讲个真清楚，拢甲咱讲得真明白。 关注着虚空，困醒求道德，附加教互咱诶方法。关注着虚空，即一句话是讲心地清净。玉祖大师讲：本来无一物，爱甲你心内分别执着，犹如牵挂，需求拢拢下掉，恢复到家己诶本心，就像虚空共款。 清净心内面一定不裂，即、这个就是真行。真行心、清净心来修这个法门。困行求道德，求成佛之道。一切法门内面，东生成佛之道，都、就是即个法门。即、这个法门是一生成佛。你有即个道，你自然就会当得着咯。 即个道，德个德，啊，个得失个得，同一个意思。汝当修无上佛道，必然会当得到啊。或者甲伊分开来讲也可以，成佛之道，理性之德，成了佛，汝会教化一切众生，可得极众生受乐无忧极啊。这是真正叫极乐，极乐世界到西方极乐世界。 寿命真长，无法度计算。啊，这是佛教西方叫世界好处功德利益，拢讲出来了，劝咱求生。所谓读世事？闹闹又无常，这是佛最后感叹的话，也是变过来、变改了。啊，为什么你要谈即个世间事啊？就感觉也毋在遮的烦恼。 犹如无常，去做即个要创什么呢？即、這个无意义，无这个都是无尽诶轮回，永远诶痛苦。所以，咱看佛讲诶这话，迄真是苦口婆心来劝人。我再看下一张《观如七进第三十三。 在即一景经内面，佛不甲咱讲一个世界真相咱即卖即个世间诶，即个现象，咱即个世界咧，迷霞念动，啊，口无尽，一定爱干哦。归纳起来，不过是贪嗔痴三毒，三毒烦恼。 世人穷精不及之物，啊！咱世间人每一讲在烧钱，真啥？拢是一个无重要的代志，啊！偏偏在遐钱，争名争利争财，咁真正钱会丢。如果那真正钱会丢，我想阿弥陀佛、释迦牟尼佛来参加，因为钱会丢啊。实际上啊。 见唔到，啊、就著看你命，你命中有也无、啊。命内面有，总是有，走唔去。你命中一旦发财，你一定会发财、啊。你若唔系想发财嘛，唔会用。时间够一定发财。命中你若无呢，和你用尽脑筋，头脑画好，唔管你用虾米手段。 嘛是得未到，命内面无嘛，啊，那么这是真诶。诸位那是好好去念了凡四训，对当了解这个事实。所以古早人明白这个道理，讲君子落地为君子，小人冤枉做小人为虾米呢？即一切拢是因果报应，是毫不爽。 哪有人钱会丢诶道理呢？无这个道理、啊。啊，你去做强盗、做贼啊，去抢、去偷。啊，你讲抢钱、抢来、去偷摕来，嘛是命中有诶。啊，命中无，要去抢、要去偷嘛，偷无。那么，既然命中有咯，用即款手段去得来，啊，迄是毋是真冤枉？真冤枉！ 啊，做即个业啊，所以什么是要紧的，什么无要紧的，咱即个世间人毋知影。一处极恶极苦之中，即、這个经文咱今日读起來，来真正有真切诶感触。即、這个世界人心污染，做作的这恶业，在过去。 历史上无安尼，无像咱即马呢，遮尔严重真是极恶极苦，困身用务以助急者啊！困就讲困劳啊，底用尽心机，到处去奔波，饮是经营，务是咧作务。为什么呢？以助急者为生活奔波。 尊卑贫富，孝敬男女，这是讲家亲关系。累念即如为心造事，即、这个心是妄心，一感觉动妄念，动了妄念，家己则去做，去如碌奔波去做即个。所以即一句话简单讲，为着啥呢？为着起一家啦。那么顶面即拢是厝内底人。 下面各个代志具体甲咱讲几个例，咱好好去甲想。无田有田，啊，无田啊。即、這个古早诶人啊，即、這个爱即个田地，无田地诶人啊，伊想要有即个田地。啊，有了也想要阁有。无体有体，无厝诶人啊，想要有一间厝。惯俗财物。 有无有同有，有个人也想要够较有，无个人想要有啊。有一间厝，无厝咯，即马有得着一间厝啊，想要够较大间诶啊。即间厝想细间啊，无土地，即马有一块土地呢，想细地，即马就过来想办法，趁钱买一块较大块地啊。所以即个欲望永远啊，无止境。 永远诶，都是伫遐这忧虑，啊！你甲看咱世间人是毋是安尼？事实著是安尼。有钱也烦恼，无钱也是烦恼。有欲消欲，输欲坐顶。这是虾米呢？要甲人比赛，要甲人共款。贫诶人要甲富诶人比，迄、那个富诶人要甲何富比。啊、那個，迄、那个何富要甲帝王比，啊，迄个帝王啊，要甲天龙比。你看，真嘛的，蛮啊伫了呢。 啊，这个欲望啊，永远啊无止境的。食少有，有又非常啊，这就是讲，家就赚一挂了啊，就讲赚钱赚一挂了。那么赚一挂钱呢，又惊这钱去个无去啊，惊、啊、失掉、啊、所以说这就是有又非常啊，啊，惊失去。那么非常。 处地举一个例，就从经典来讲，在是我家共有，这个钱来呢，唔好又是你诶。最后盗贼还给债主，一弄混啊，水灾来了，会把这个财本诶淹掉；啊，火灾呢，会将财本诶烧烧去。啊，这个盗贼就是。 抢劫啊，劫大起哦！啊，冤家债主，即个冤家呢，著、就是你若情绪呢，过去是欠你，啊，你欠伊上资的呢，伊著告恁兜来咯。啊，甲你做一家人，啊，这是欠卡资的，外面的亲戚朋友迄是较少，啊、就是，欠上资著是告恁兜来。 做这白囝啦，这个关系，啊，这个冤家债主来，啊，所以你若是过去说欠伊较侪呢，来恁兜投胎啊，做你儿孙，啊，将来呢，将即个家财呢，拢拢啊，散掉去，啊，你辛辛苦苦一世人，啊，坑坑嵌嵌，啊，欠一寡钱，来家孙那呢，提去呢。 开了了，无几港就甲你用用完啊，你艰苦一世人，伊几工啊？都解决啊。啊，这都是即头家讲诶，关心救助啊，来讨债、魂飘脚断，消散磨灭啊，这拢是事实啊。咱眼睛看即个社会，咱头脑若稍微较清醒一点，多一样都有啦。 拢会当看到，心坚意固，无能降下。啊，心啊，貪婪、吝啬、小气，家己有呢，唔肯布施，帮助别人，这就是家己着。中器官

所以，这个世间无几样物件会当查。贫富当然有苦万端，那么咱看这个世间，都几个无甘好呢？贫的人苦，富人也啊，乞丐真苦，做总统嘛真甘苦。啊，真苦！这个世间的现象，世间上，咱要认识清楚。 咱活在即个境界内面，即、啊、著是咱即马所处诶环境。即、啊、这个极乐世界对比即个真诶，人伊遐极乐，咱遮极苦。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，同上敬爱，无向争执，又无相通，无得贪笑，脸色相和。 莫相为难，这是世尊教予咱啊！咱即嘛在即个世间，应该以什么款诶心态来过日子啊？来跟即个社会相处，即个教训一定爱会记。咱家人爱和睦，咱一家人啊爱和爱敬爱，毋好争嗔毋好激妒啊。可是倒一个人。 无希望，一家和睦。可是，咱看即个世间，啊，几个人家庭是幸福的呢？啊，咱平常定阿听人讲，讲家家有一本难念的经。啊，意思就是讲，每一个家庭内面呢，拢有一个苦衷伫个啦。啊，每人苦无共款。啊，其实佛也给咱讲出这个当中诶道理。 这个家庭是安怎来的组合的？安怎形成的？什么原因呢？佛法内面甲咱讲，四种缘。你即个家庭关系无缘未到顶，爱有缘。那么即个缘有善缘，有恶缘，善缘。 这就是幸福嘅家庭。你这个人啊，过去是结这个善缘，那么今生来斗阵啊，这就真幸福啦。那么那是结恶缘啦，这就真烦恼。我讲咧讲啊，善恶缘有报恩嘅善缘，啊有报怨嘅。过去生中是冤家对头。 即个代志麻烦大咯，有偷者，有一个为呢害者，四种缘，报恩、报怨、偷者、害者，所以佛在经典个咱讲，咱这个家庭，都、就是即四种缘来做合边，啊，都是安尼来。 那么过去家师讲香港啊，秀雅老先生啊，伊迄个光明港等有写一个对联啊，啊，一定啊提个对联伫讲，啊，伊看迄张对联啊，感觉真有意思啊，秀雅老先生写诶啊，感觉真趣味啊，伊诶顶联啊，写讲啥物啊？夫妻贤，啊，幼贤年。 有恶言，冤冤相报。意思、就是讲，那個、红阿嬷、啊、是言呐、啊，无言袂做翁阿那么，这个做翁阿、就是有先言，有恶言。啊，善那么家庭就真美满，真幸福。那么来过去生结恶言呢，感觉还笑怕笑骂，啊，这结恶言，所以冤冤相报。 那么二年下是儿女是侪，啊，这个养儿孙啊，是侪，有讨债有害，子，啊，未来托侪，未来害，子，啊，来讨债呢，对人拄则讲诶，你做辛苦趁钱呢，伊著甲你开了了。那么来孩子呢，啊，伊会供养你，啊，伊诶，财物会供养这个爸母，啊，著关于前生啊，这个。 欠你偌济啊？欠较济呢，也供养较济是寡；欠较少呢，啊，供养财物就较少。啊，有即款诶姻缘啊，所以讲，你若是做有讨者、有害者、无者不来啊。所以即个对联啊，也是属实啊。这是原来是甲经典讲诶感官意思啊，所以咱甲悟的人呢，就有好处咯。 咱用佛法来甲即个家庭诶人相处斗阵，以佛法来迁移灭法啊，即使是讨债害债、抱怨诶也会当和睦相处啊，以佛法来改变啊，也会当以佛法来感化。家庭就是道场，厝内的人就是咱诶现地性啊，咱伫遮呢受修忍普罗提。 真无容易相处诶，真不平诶，啊！修咱诶平等心，伫无清净诶场所修咱诶清净心，啊！个冤家拢甲看做大善地心、啊，无义呢，我诶忍辱波罗蜜，我诶清净心要去叨修呢？啊！好够在有即个人，啊！我修行成,成功咯。啊！那么汝安尼去想。 都未去讨厌这个人，啊，都未继续搁甲伊结缘，啊，也都未甲伊受气咯，心平气和啊，又不有相通，这是只财不相，无得贪色，认识相和啊，这个重要。就讲、是、咱一般日常生活即、这个，咱表现的即个态度啊，认识啊，爱相和，不相为利。 普贤大愿里面教好咱：行顺众生随喜功德啊，这都是这家遮讲的，言色相和，目相为劣啊，这佛教咱应该爱安尼做啊。如果你毋是安尼做，迄、那个冤孽愈结就愈深，迄、那个麻烦就大，生生世世无完无了啊，这个可怕，太可怕了。 人唔是干呐，即一生有来生啊！伊啊讲，若使心经有所混乱，后世转折，罪行大患。有给咱提出警告，纵然是冤家，咱知影过去是结诶冤，希望咱即一生甲伊化解，啊，化解掉，啊，莫过再结咯。 到到遮呢，著甲盖开了，莫继续搁再结，决定未使搁再加重万分，啊，迄个不得了，来事都比这些搁较可怕，迄、啊那个步都搁较差，所以即个代志一定爱知影。学过的人一个大原则，甲一切人莫结怨，啊，你欺负我也好，骗我也好。 海外也好，一切拢随伊去。啊，即个代志呢，看看即个心内。安尼咱你心才会清净，咱定定念阿弥陀佛。啊，个无几讲呢，都不到西方极乐世界了。啊，即个人一般诶见识，啊，那甲伊计较呢，极乐世界都去未成咯。所以定定想着，咱今嘛在即个世间。 敢那来做人客，咱、啊、是来遮做人客来佚佗个啊，过几工啊不，都要走了啊。所以即大家诶人,好,人、啊、好，人也、啊、好，歹人也好，拢拢好啊。为什么呢？啊、过几几工啊，咱都要走了嘛。啊，你毋是永远要在遮咯啊。所以一定爱用即个态度来处事啊。咱要未到西方第六世界，即马伫诶遮呢，也会过得真快乐。 啊，虽然是我做恶事，咱这家心内抑是真快乐，抑是真自在。啊，这就对了。世间之事，竞相环海，虽不临时应急相扑、啊，这就讲万万相报了。虽然唔是得白钱，你一定爱干哦。啊，果报或者得来生，或者得后世，啊、总是报。啊，因此。 咱处世待人，起心动念，要谨慎、啊，要有高度的定格，绝对不起一个歹念头，啊，绝对卖去害人，啊，卖、啊、起心动念要去占别人的便宜，啊，这个心袂使有，行为更加袂使有，啊，就是爱想着内心有果报。 但这些，价一点么亏，那些都占便宜。价一点么亏呢？无算啥。啊，我这个弯改掉了，那些未搁再加当了。世间人唔知影这个道理，所以这个嫉妒、争婚啊，互相残害，一般人认为是正常诶。如果你拿一旦看到内事、外事， 你著知影，现在即款做法是无正确诶，是错误。诶。一面第三段是劝咱断恶修仙，人在爱欲之中，独生独死，独去独来，快乐自当，无有代价，这是真话啦。你在世间骨卡恩爱诶人死了后， 各人随各人个业力去修补，来生是不是会当搁再斗阵呢？无可能，即、这个注意爱知影，无可能个代志。各人受各人诶果报，色狼也袂当代替色狼。啊，作善得善报，作恶得恶报。善恶变化，对敌所生，道路不同，会见无极。 即使多生多劫以后，不再拄着了。啊，拄着彼此嘛，毋相捌啦。世间人有耻，往往在幻想，迄幻想毋是事实。即、这个一定爱知影。啊，如果你想要真正欢喜诶人，啊，希望将来拢斗阵有一个方法，逐家拢念佛往生西方，啊，即个永远斗阵袂分开咯。 啊，独这个办法之外，甲诸位讲无第二个办法。为什么呢？你若是袂当超越六道，你伫六道内面轮回呢？有咱拄则讲，啊，要断掉真无容易。怎能够断掉呢？佮经过一个轮回、啊，你都毋捌啊。你也毋知虾米人啊，前世甲你虾米关系，你拢拢毋知影啊，所以唯有这个方法，这是真诶。 这一点啊都唔是假，所以福在此地，搁困人，好不以穷家时努力修仙，欲好大福。这意思讲，你要搁在担心呢？啊，趁你即马要有精神、有体力、有力量，加做一寡善事。啊，有真侪人想要伫佛门做善事，有一款心态，即、啊这个心态是错误。 伊是讲，我今仔今来趁钱，啊，我当下真在同事安尼甲我讲过。伊讲我今来趁钱，当我趁着大钱咧，我一定来布施，啊，做好事。啊，我甲讲，即、这个好事呢，无一定你趁大钱啦，你即仔有偌侪力量，做偌侪，即功德就是圆满啦。你即仔有一颗，你著做一颗嘛。啊，即功德是圆满的。 所以过去有真侪动手呢，伊一直想讲，啊，爱去趁大钱。所以在台湾啊，真侪动手呢去做股票，啊买股票，像这股票我若趁较侪呢，再来布施。啊，我趁一百万，摕一万箍来即个布施，啊来去门做功德。啊，干那亲像甲佛菩萨讲条件，啊，一定为佛菩萨甲伊差不多啊。 啊，这款拢是错误诶心态。啊、所以咱有力量诶时阵呢，随分随力啊来做。甲注意讲呢，这万万诶功德呢，唔免讲，等下咱环境较好，啊，才要来修，这无可能诶代志，无迄个道理。咱即码都爱修啊，尽心尽力啊。我今日一可做一可诶好事，我即个代志是万万万万功德。完完 即个修仙实在讲啊，真公平啦！毋是讲有钱诶人会当修，啊无钱诶人都未使修，迄是错误，往往无钱诶人修诶迄个仙啊，是万万功德；啊有钱诶人修迄个仙啊，毋是万万诶功德。啊有钱诶人你甲想，有一百万诶财产，啊摕一万块来做好事，一百分之一啦。啊无钱诶人呢？ 伊先款两百块，拢拢摕出来。那么在伊的财产来讲呢，伊是百分之百。迄个有钱的人，伊则百分之一。啊，这都无共啊！啊，钱虽然少，是万万的。啊，迄个钱虽然出较济，但是即个功德无万万。啊，超过迄个，迄两百块，超过一万块呢，太济太济了。所以将来诶，果部都无共款啊！ 一个是圆满，一个无圆满。啊，有钱的人做功德，往往呢未圆满。啊，那未圆满呢，因到生耶呢，报施。啊，这有钱的人，我报施较侪钱。啊，爱好甲招待，爱恭敬，往往有这五万心。啊，这现报施都现报报一半掉去。这无钱的人啊，布施一块，一人插面木板插去，啊，把伊擦去，遐功德拢诶，啊，拢无报销去。 啊，弄得老了些，啊，佮将来啊，即、這个锅补的大咯、啊。所以有钱诶人马上收，马上就报掉咯，啊，何况有钱诶人五万，啊、较会五万，即拢是贵气，啊，无钱诶人呢较谦恭啊恭敬，有钱诶人五万，所以即个天公真公平啦，啊，天公伯啊公平。 贫的人来生的富啊，富的人来生的贫，风水轮流转啊，真公平啊！绝对毋是讲富的人生生世世拢富，贫的呢永远生生世世拢贫啊，不是安尼，真公平。所以呢，真正个事实真相看起来看清楚啊，真正是老天有眼，啊，真公平。世人险恶。 自不能见，吉凶祸福，因国足结。这对只世间人无耻，未晓颠倒，自作自受。啊，卖讲真梦，未当辨别，邪情，未当辨别，连善恶利害都看未清楚。啊，这真正叫无耻，无智慧。那么佛遮讲些话，咱家己真冷静来反省。啊，咱是毋是佛讲的？ 即款诶人啊，我认为福德供别人啊，可能福德是得供人家己，啊，家己有这个毛病，家己唔知。信无心暗，转修欲教颠倒相续，无上根本。这是讲什么呢？就是继续不断嗰个迷习，继续不断的造业。有原因呢，唔是无缘无故，啊，就是有。 即、啊、这个新愚就是咱讲诶，愚笨，心暗就是未晓头脑未清楚，无智慧，专修愚、啊、教,教。啊，愚教东西获得教化，不听外道诶教。啊，即卖人不听人讲信邪无信正。啊，就这款诶人听骗无听全，甲骗伊要听正法。 甲讲伊毋相信，安、啊、怎坑伊都毋相信，啊，这个骗呢伊就去咯。啊，这真奇怪。那么以前讲啊，装卡老阿婆啦，较会去哄骗伊，啊，即嘛即个时代呢，连即个地穴分子嘛是共款伫用骗，啊，今嘛伫国外，看到真侪朴书，啊，摕个朴书呢？ 嘛是搿骗偏，而且太侪太侪了。哪拢受高等教育诶，全世界拢有。为什么伊会听骗呢？心无神恶，投机取巧。即、啊這个正法，伊爱修心，爱做仙。即、啊這个呢，伊真难、啊，真难接受。迄、那个邪法呢，叫侬免修心，啊，也免做仙，搿为者胡啊，念者咒。 啊、马上啊，用一点啊神通啊，你什么就拢得着了啊，规定就拢照用啊。那么这个，起码这个全世界拢是这款啊，所以这个世界會有真大诶灾难啊。这个灾难是一年比一年比较严重，人比一年，一年一年会较苦啊。为多看呢？为人心看啊。咱啊到。 世界各地去甲行行看看，你看即卖人，伊诶心内咧想啥？即卖人心嘛是贪嗔痴慢，一工一工在增长，毋是减轻呐。那么人心安尼继续发展落去，啊，这个著是世界有大灾难诶征调啦。啊，这个灾难无法度避灭。 啊！诸菩萨神仙都无法到他那救。佛菩萨神仙一旦救，是啥物？众生好善听劝。啊！你佛菩萨来才叫他通救啊！他即物咧，甲讲，伊都毋听，爱骗啊！佛菩萨绝对袂去骗人啊！所以佛菩萨决定袂去欺骗人，即、这个注意一定要怎样？这著是讲，很简啊。 即个灾难会继续不断的增长，这无从根本。亡明帝徒不信正法，心物宛路各欲快意，未以真慧贪以在色，终不休止，哀在苦相。啊，或者甲咱这个时代人特然悲哀啦，伊、啊、看到痛心。 正面是讲伊诶思想下低下贱，即个是讲下浊下行；蒙面著是讲糊涂啊，糊里糊涂。低出著是伊袂当接纳啊，你甲讲善法呢，伊袂接受。佛菩萨圣人讲诶话，伊爱听啊。咱世间圣人，孔明是圣人，即圣人讲诶话，伊也毋听。 即个是大问题，即、这个是根本。咱今日想要学佛，都爱接受佛的教学，爱依教奉行。咱今日讲究急，即本经就是究急诶。咱为什么无爱选其他大经大论？即、这个时间无够咯，啊，太慢了。咱无遐尼长诶时间来学习咯，即是应急。 心无弯路即这个就是讲，干阿看到今日，唔知阿明仔，干阿看到这一生，伊未去看到来世，伊未讲熬出世，啊，甚至卖讲噶熬出世啊，讲咱这一生啊，食老嘅时阵，啊，老嘅时阵，老年嘅时阵，伊都无想到，啊，即嘛明天呐、啊。 年纪轻，少年无要修，啊，无要修呢？格老伯安怎呢？啊，像阮年轻的人啊，唔照顾老人，家己老诶时阵就无人照顾，因果不应。啊，所以老年都爱受苦，啊，因果不应，尤其在外国，你看外,外国人啊，迄风俗习惯甲咱中国人无共。 啊，囡仔呢，十八九岁呢，成年啦，伊著离开家庭，离开家庭呢，毋知多一年要返来毋知影。伊无返来看父母，无饲父母正常诶。啊，外国人啊，迄、那个政府会饲啊，政府会养老。啊，无人照顾。所以美国呢，伊即、這个。 在饲经济老人，伊即个经济呢有问题，啊，那么经济有问题嘛，无法度嘛是爱继续维持咯，那无呢，啊，即个百姓反对，啊，伊要选总统都选袂调，所以即个国家呢，伊著是有即个问题，无即个利率啊，无用闭母，即个义务啦，甲咱中国无共。 那么老人呢，住在这个老人院啊，真可怜，拢是看到老人像咱中国的家庭呢，有天伦之乐啊，三代同堂，五代同堂啊。老的呢，看到这个孙仔啦，啊，有心机啊，这个精神上的感受啊，完全无感觉。 所以即个外国人啊，真可怜，尤其老的时阵真可怜。啊，印度即款英国啊，伊少年的时阵嘛是无照顾爸母啊，大汉都出去啊。啊，那么将来个个伊老呢，伊嘛是共款安尼受即个苦。所以即个英国人啊知影，那么咱即码知影即个因啊，咱即嘛跟修啊，少年的时阵爱照顾老人啊，后摆来咱则有人照顾。 那么 <coughs> 实在讲呢，这个老人啊，的国外的老人那样学佛呢是上好啦。啊，刚念佛念经，心地平静，求生西方啊，这都未艰苦。啊，现在不要学佛嘞，就真艰苦。各欲快意，迷灰，贪于财色，终不休止啊！这都是咱今嘛全世界状况。 但即摆世间人做啥，都是伫做这個。三千年前，你看佛在遮讲诶，一点仔都忘唔掉。三千年后呢，确确实实著是即个代志。即、啊、真是可悲伤诶！先人不先，不识道德，无有儒家，殊不怪也。啊，先人著是讲过去诶人，无学佛，佛法无普遍，尤其中国。 这个所在真宽，自古以来教育都不普及，啊，无好好的教化，啊，所以讲不学道德，没有儒家，无人甲讲，事无怪啊，啊，无甲讲伊毋知影，这袂使怪。那么这甲家己嘅业力也有关系，但是拄到佛法了，都爱讲我。 四生之处，善恶之道，都不知信，为无有是，毋相信因果报应，啊，这就讲毋相信三世轮回，伊毋相信，汝即马甲讲起来呢，伊毋相信。现在即个真子非常普遍，啊，咱共讲三世因果、六道轮回，人抑各甲汝讲汝迷信，伊个倒遐甲汝笑。 讲真诶，伊毋相信啊！甲讲假啊，无轮回，无因果报应，你爱安怎做就去安怎做，哦、啊，一、啊、隻听落以真欢喜。甲讲假真爱听，啊、信假毋信真呐？镜相暂时假诸见之，兄弟夫妇啊，一段、就是。 福甲人讲，报咱看啦，讲侬毋相信啦。你去看，看咱即马即个社会啊，迄区扩数啊，即著咱俗话讲白头毛送乌头毛诶啊，为迄、那个迄、那个囝呢较早死啊，老爸著靠囝啦啊，迄主扩户啊，迄囝、啊啊啊这个、靠老爸，兄弟夫妇正常扩客。 咱家世间都是安尼啊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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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啊，这都是因果报应诶代志啊。生离死别啊，到到迄阵呢，哭嘛无路用啊，后悔来不及啊。这拢是因缘果报。讲一世一生，叠相过乱，忧爱结白，无有解时。思想温厚，不离情欲。啊，那么这是讲忧爱甜蜜。 第一即个物件真难解开，即、这个是迷信颠倒造业的根源。啊，佛伫遮甲咱点醒，教咱觉悟，爱知影事是真实真相。这物件毋是真诶。这恩爱甲主意讲，决定是假。啊，佛在《遗教经》内面明白，甲咱开示，讲你抑无证到阿罗汉果以前，袂使相信你家己诶意思。为什物呢？ 你家己嘅意思都未当相信，何况相信别人？啊，别人讲，别人讲我爱你，假，骗你。啊，为什么呢？过两公啊，都变卦了。啊，你看呢，真爱啊，啊，到尾啊，都结婚，啊，结婚无几公呢，两个都闹离婚。啊，咱咧中国外国，就、這個、看真多。 那么这就说明，这不是真的嘛？啊，当初讲爱，那都不是真的，会变啊。所以佛为什么讲无证到阿罗汉，未使相信家己意思啊？因为咱若无证阿罗汉过，咱即个意识心就个妄心啦，妄心就虚情假意啊。别人对咱是假，咱对别人嘛是假啊。所以这是咱、啊啊、来讲我。 那么去讲个呢，真谛，咱爱家己认真啊去检讨。所以这个世间恩爱，爱家看清楚，家个真相看出来，唔是真嘞。所以咱人甲人之间相处，纵然是夫妇白颈，咱爱凭着仁道啊，都、就是道德仁义，彼此互相照顾，这是真嘞。你若毋是讲道德仁义呢，讲爱，系是假。 拄到年纪啊，以清净心、真诚心，彼此互相照顾啊，决定毋是伫即内头啊，有迄个恩爱啊，迄绝对毋是真诶。不能轻视熟界，专精行道，即著是顶面讲诶这段啊，这都是你为什么袂当发菩提心，一向专修啊，这障碍，拢拢是障碍。 年修算尽，金无可奈何啊！到我寿命终了的时候，想要修也来不及了，后悔不及了。确实有未少世间人，咱么看着真水啊！劝伊来修行，讲我我等几年啊，等我退休则来。结果呢，还未退休就死了啊！这嘛真水啊！伊即么做无用的。 啊，这真水，恶多正将，五多正少啊！未迄是因，作恶，这著是果报，所以真容易对入恶多。买人子，各诶人少，即、啊这个是对学佛的人来讲，毋是对普通人讲。普通人，伊都毋知下面叫做度迄著免人讲，已经学佛抑是未迄颠倒。 即款嘅人做，啊，所以念佛嘅人做，往生嘅人少，原因就是伫遮。原因就是业多加少，对于念佛法门未晓，无清楚，真正清楚嘅人无做。讲老实话呢，真正清楚，即、这个人决定往生，为什物呢？伊真正念咯，把所有万年拢拢放下，即是我。 无我诶人，啊，无我人，一切一项也放未落去，啊，只可以讲甲西方结一个发言而已，啊，这一生真难成就。各怀杀毒恶气，泯冥为妄行事，为欲天地诸意罪恶，顿夺其修，下入恶道，无有出奇，这是讲未修作业所受诶果报。 啊，这是自然的法则。啊，恶气弥漫，啊，为梦行事，梦的梦想，啊，一干敢打梦想，啊，一到胡作妄为，这个自作都危及天地咯啊，这台讲的天地就是自然的法则，违背了自然的法则，啊，以随心所欲的自作。 注意做结，做即个动作必定减伊个寿命，即、這个就是现世报。所以下临恶道无有出奇。这是讲来生的果报。欲作当属书记，管理众恶，一其先者，群力行之。即段是世尊劝勉人爱降恶，爱反省，爱改过自新。 六祖就是大家的意思啊！在这个汉朝的时代呢，用个为啊，迄、那个时代呢，六祖就是咱即马讲个大将大家即个意思啊，就是大家应该要认真去想想诶，管理众恶，一切恶念、恶行、恶事决定袂使做啊，无意思得袂着好处啊，这个毋是真正利益。 得其先者，群而行之。啊，善的呢，认真去行；先恶的标准，不在这部经，甲咱讲得真侪。至、啊、少在原则、原理上，拢甲咱讲出来。给甲咱讲得相当的详细。遵照这个原则、原理，啊，咱就知影什么是善，什么是恶。爱欲荣华不可常保，该当别离无可奈何。 荣华富贵，爱欲荣华，咱世间人拢是迷的即个所在。那么爱欲荣华，也不是真实的，所以毋免去追求，知足常乐。啊，我们一工食个饱，穿个少，有只间啊，安尼就足了，都够了，就真快乐了，知足常乐。 明仔、明仔要未到啊？你烦恼不从啥呢？卖、嗯、去想，安、啊、尼你心才会清净啊！你想明仔、想后日，即个心永远也未清净。清净心则真正生智慧啊！清净福报自然就现啊！所以只要认真努力去修复，卖去想胳膊啊，即、这个胳膊伊是自然诶。 后面呢？福宽面来，东坤精进，生安乐国，智慧明达，功德殊胜。啊，一切法当中，唯独这句法最真实啊，最可靠，最稳当，也最容易啊。就是救生西方极乐世界。啊，真正发心救生净土，即、这个人著是智慧明达。 功德不得随心所欲，恢复境界，灾临消也。啊，这是佛在初地，可叫报心告改啊，无随着贪嗔痴，各去恶作妄为。啊，恢复了佛在初地的教诲。啊，将、啊、来虽然往生，落在人后面。啊，你看人即生就往生了。啊，你也爱个轮回，毋知。 啊，轮到倒一升倒一劫，搁再拄着一个法门，才往生啊！迄已经落伫在人后面，太后面咯。啊！所以讲在人修呀啊，即句话讲得好啊！所以讲，你只要听即个法门，听到即个法门，一零年君应为道长啊，你是决定会往生。但是今生若无往生，多爱个多劫轮回。 啊，也是爱受真侪苦，所以将来往生咧，都在人后面。啊，为什么要现在歪曲呢？何必再受这苦呢？啊，做人，咱即马做人，你个想法呢，真艰苦啊。尤其咱即马即个时代，啊、你想想呢、這个想想咧，即个像咱即马即个时代诶人啊，是毋好做较好。 太艰苦！你甲看有稚，我幼儿园啊，细还书包啊，直直读啊，可能这读书压力嘛真大啊，另外读遐久，读遐侪年啊，这个,、啊這個,子啊啊、這個时代生活紧张，竞争啊，人甲人当中啊，竞争啊，精神生活、物质生活呢，拢真紧张。 所以即卖人呢，生活呢无乐趣啊！这卖系囡仔呢无童年咯，古早系囡仔呢要童年啊！囡仔时代呢真天真，甲大自然呢合成一体啊！以前即囡仔呢，尤其古早呢，这个科技也无发达呢啊，这个生活空间啊，拢是甲大自然合到顶、啊，这确实。 啊，即个细汉的时阵呢，也有这个体会。啊，即马无咯，即马出去你甲看，老楼下都卖咯，啊，转车咯，足危啊。的。啊，所以人生决定爱成四方。啊，如果若讲做人啊，像古早人迄种生活呢，迄是啊，加减未使做。啊，古早人迄种生活，生活呢悠闲自在，啊，生活在。 虚情伪意，这个境界当中，啊，即款了马马虎虎可以做人，啊，即摆，即个时代做人是真真艰苦，啊，太可怕了，啊，将来的负担嘛，即、這个人的负担又搁较侪，啊，搁较可怕，所以想到遮呢，无往生未用啊，无路通好行咯。好，咱今日就向最步个遮。 咱时间到，明仔载再阁继续来讲述故